前几天熬夜了，我要补救一下。很多人觉得熬夜有什么关系，我们年轻着呢。其实从20岁开始，人就逐步进入到自然老化期了。也有精致猪猪女孩精油眼霜面膜急救三连，但其实脸部皮肤呈现出来的只是你的身体状态，不能只靠护肤品哦。照顾好自己，抗初老要从现在就开始，良好的生活习惯一定要坚持，它能让你和同龄人慢慢的拉开明显的差距。我现在做的是金汤花椒鸡，金汤浓稠丝滑，简直是满满的一锅胶原蛋白。菜谱我放在最后，机智的小伙伴已经艾特男朋友了，喝完汤再来泡个脚。精油泡脚能很好的滋润皮肤，促进循环，像我一样冬天需要暖宝宝的体质，睡前泡一下就可以暖暖的入眠了。调理好自己的身体，气色好，你就会